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？割稻。割稻。然后我们先去那边找一个资深的型男。资深型男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是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你们这是走不对路啊！啊，为什么？走不对路？对，这里是全台湾最大的有机专区哎。哦，就是所有的那个有机都在这个里面，这两百多公顷。那是走对路吗？对啊，那做有机要多耗人力吗？我们不怕，我们有的就是外国人。好，我们要帮你什么忙？现在我们割稻机要进场，对，因为机器会有死角。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死角的位置先把它割出来，嗯，好，先把用人工把它割出来。现在这是最轻的人工了，所以我刚才做的就是这件事情。哦，所以哦哦，我懂了，我懂，我懂。机器可以是直线啊，是它要转弯的时候，它有死角，它不可能直接你把这边角落清掉。教我们一下，教我们一下。那个哈，来，这个手哈，一定要虎口向上，不要这样子哦。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割稻的哦。为了安全，对，一定要这样子，把这个稻株整个用虎口握起来。嗯，现在离地大概留那个十公分，对，这个稻杆，这样子割起来。哦，漂亮。为什么要留下来下面的那一根？它会再长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因为你要送到机器里面，如果你把它割到土，这个土会带到机器里面，就会让那个稻米弄脏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留个十公分把它割起来。然后稻穗的地方要留在同一个方向。是，割了大概三四株，有一个小把，就先放在地上，这样子放起来。好，然后等到下一个割好之后，哇，好快哦，太快了吧？这样子放着，哎，那老板，你那么大的田，你没有遇到什么，比如说危险的动物？那我遇到蛇怎么办？这里有那个世界的第六大毒蛇，锁链蛇。非常神奇。哎，等一下，锁链没有血清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玉里只有两季，目前我据我所知啊，不知道会增加，所以今天不能够有第三个人被咬。我们只有两个扣打。对，两个扣打而已。那我会让你们。你们真的比较辛苦，我就觉得哈，血清留给你们用，对，不要跑了，血清可以留给你们用，真的，我不需要血清，你不需要血清，我不要用，为什么？不要占那个空间呐，不用怕了，真的，那如果我们遇到怎么办？蛇就抓它的头啊。没有，我一现在把其实好，我们就动作大一点，打草惊蛇，就离开了就好了。哥哥，有一招啦，打草惊蛇。对啊，你还是可以学啦。那我要夹在中间。你要把你夹在中间，我要夹中间。你们的装备是标准的，对，哦，真的是要穿雨鞋，真的很多蛇。哎，不会啦，你放心。其实哈，我们做有机做这么久哈，其实这你碰过几次？我碰过很多次，可是我都没被咬。不要怕，老板，我保护你。可以。那老板，今天我们到底要割多少？好，都割完。这个十颗十颗的，十颗，对，十乘十就对了，十的范围。好，来，差不多吧，走吧。对，差不多。一米乘一米啊，十乘十。好吧，那就换我休息，就到交给你们了。你不来哦，你不是要来帮我们忙的？要来帮忙一起啦。我觉得你看起来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好，你一定要带领着我们。你要先看他们割的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不对就一直错下去。好，来吧，那我就先把这个移走，把老板叫下来一起做。哥，好，就记得哦，虎口一定要朝上哦。对，小心，对。一株一株其实蛮好认的。哇，是啊。哎呦，好漂亮哦。国旗哥，这个、听说一个事情，说今年是什么庚子年啊，所以它的你稻米啊、作物啊，都会有一些状况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现在这个气候已经异常，所以我们新车也是因为。整个地球暖化的问题，地球暖化的问题就是跟这些农药、化肥跟石化工业有很大的关系。恶性循环。对，恶性循环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努力去做。做有机，真的。那你今天割这个品种哈，就叫台湾月光米。月光米。台湾最好的品种。它为什么叫月光米？是因为每个月都要把它割光？不是啊，对。月光族的月光米，不是啦，就是因为日本不是有月光米，是，所以它就代表了一种等级。嗯，好吃的米，对，高级的意思，对，月光米。那其实台湾也有引进它品种到台湾来种，可是因为气候环境条件的关系，最后的品质哈，就好像没有办法跟日本一样。哦，真的？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的
改良场用那个杂交的技术，对，然后配出来，配出来最好的品种。台湾月光米，台湾实在是哈，真的在农业改良跟农业开发这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对，是技术。台湾是全世界最很厉害的。他们去吃那么多地方的米，真的回来还是台湾。台湾米好吃，我们的粮食永远不缺啦，是不缺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种田哦，好好珍惜。对。大哥，请问，哎，你们种这些大概几月种？我们大概是2月底3月初。2月底3月初，对，一年一次吗？一年有两期。我们现在割这个是第一期。第一期，对。那下一次呢？下一次收割的时候大概是11月底12月初。哦，所以冬天也可以。对，它一年四季都可以。像我们花东大概就是一年两期。一年两期。南部的话，它可以三期。为什么？气候的关系，气候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冬天会比较冷啊，因为海风，对，还有东北季啊，这就比较热，就是比较好种，对，还有温度要刚好适合这个稻子的生长，大概这样 OK， 其他的就机器就收得到了 ，OK， 就是要这个小角落，一个小角落而已，对 ，OK， 好。啊，现在换下一个，下一个田角在对面那边哦，好，走。教你一个稻子的台语好不好？好，丢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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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挂丢啊，丢啊，刚才就是在挂丢啊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呀，挂丢啊，哎，挂丢啊，很辛苦哎。国旗哥，我们现在这个稻子哥，哎，看一下，你说这个叫做什么品种？是你们最新的品种？这可以拔下来吗？可以，现在可以拔下来。我一直认为它是台湾的骄傲，是哦，对，就是叫做台湾的台版月光米，然后它就具备了所有月光米优点的特色全部存在，哇，那它集各大优点于一身的米，是。那我前两年参加那个台湾的稻米达人竞赛是有机级的，入围十大里面只有我们这支不是香的。所以，但是它又香，它又对，它有特别的它的稻子的清香味，对啊，然后所以它就得了当地的冠军，哇，这真的是你的宝贝哎，冠军，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台湾的宝贝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这样啊，对，直接这样子，这可是很硬哎，他还就照吃吗？很好吃，因为它是它有机的，熟了，这有机的，熟的，是有机的，这都没有农药，嗯。哎，壳要剥掉，对，要再把壳吐掉。我刚是已经把壳剥掉了。所以这个米成熟就是这样子，晶莹剔透，晶莹剔透，晶莹剔透。哎，你看，壳米这样晶莹剔透，哇，亮亮的，看得到什么？它透过去好像一块玉啊，好像一块白玉。哦，有哎，你看，那稻壳要拔开，稻壳要开才有。对，你稻壳没有开，它看起来不是白玉，它看起来就是田黄。你给我没开的又叫我要看。不是，我以为你已经把它拔开了。那个已经拔好了。哦，谢谢。你看一下，所以这个品种也不一样，透光。这个品种，这个叫做台湾月光米。因为我们刚刚又拿了一个另外一个米，然后又没有啊。都是台湾月光米啊，都是台。Hello， 现在 Hello， Hello， Hello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再补充一下哈。嘿，你说这个月光米哈，人家问我怎么形容它？怎么形容？你看，刚我们割的时候是不是很纤细的？纤细，对对，就好像一个漂亮的小姐就很纤细。嗯，那其实她要照顾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，所以才会得到这么好的品质。骄傲，名模啦。是，长得又高又瘦，名模很难照顾，名模都很难照顾。你有照顾过？拜托，我们这里就一个啊。哦，好了，很难伺候。名模吗？算来马来模吗？名模有点扯远了，太阳大了，我们赶快要分组了。好，对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那我们要赶快进行喽。那小贤跟贾斯汀，我们就要去操作割稻机喽。不然这个豆饭你要把这个豆饭没那么好吃哦。你不要在车子前面。他是我们这一组的破坏王哦，豆哥跟武阳，
那待会哈，因为我们这个农场是多元性的哈，对，有种稻也有种大豆，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水旱轮作的耕作的模式。好，所以现在稻子熟了，可是我豆子还没熟，豆子我还需要做一些防治。好，我也是很好奇的，哎，300多万不要让它弄坏，没关系，他赚了。他说要把高过黄豆的杂草对割掉，割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当这个杂草啊，高过了黄豆以后啊，它会阻止了它，阻碍了，不能阻止，阻碍了它行光合作用。是哦。所以呢，它光合作用的速度就慢了一点。所以我们要把它那个杂草有没有割掉，让它可以很自然的行光合作用。哦，你呢？我在为它帮助呼吸的这种行为。Yeah， 来。我们现在，我觉得对，我们把那个高过黄豆的先割掉了。因为其实虽然现在它已经不需要做，就是杂草不会再跟它竞争养分了。可是因为像这上面都是草的东西，对，如果你让它留在田地啊，下一期它会再繁殖起来。再繁殖起来，对，因为我们不能用除草剂嘛，所以那个有机农法里面除草的是最费工的。好，我们要怎么除啊？对，那我们就是一人走一行。然后呢，黄豆很好认嘛，就是黄豆，因为现在都看到都有豆荚的，对对对，有豆荚的就不要碰，只要是有豆荚以外的都把它割掉。我的妈呀！哇，哎，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哎。你等一下哈，要先跟刚才那个状况要对齐，因为它已经割进去了哈。好，好，好。里面有冷气耶。有冷气。哦，太棒了。待会。哦，太棒了。因为你现在拍摄要把那个窗户打开了。好。往前开，靠近。
然后这个推杆，然后一段一段推，推到托腹。好，在割的时候尽量不要大动作的转弯。好，好，那我下来了，换你了。的话就是帮我去车子旁边帮我装水，好，装水 ，OK， 再麻烦你。对，我们这台是做什么用？主要它可以拿来撒肥料，然后撒液态肥，液态肥，然后还有那个有益微生物菌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装水是要，我们是要调那个有益微生物。那现在水桶里面有我们调好的有益微生物。哦，对，懂了。啊，这已经调好的，这是调好的。哇，有一个味道哎，像我一样，帮我把这，就有一个味道，就这个对。哇，它这是几轴的、啊？这个六轴，六轴机。大六轴，往上拉吗？对，往上搬就可以了。你确定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好期待哦！那你十分钟左右，你可以喷多大的一块地？一个足球场大。对嘛？你看科技多么的厉害，就是用科技的方法来做农业。要不然以前的话，都是大家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喷这样。要两到三个以上的人力。要做多久？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。哇！现在只要十分钟，十到二十分钟都可以。哇哇！来，我们的花物便当可以拆开来看一下。好可爱哦、喔，真的。哦，哇！铁饭盒，你们真的是一路都是用有机耶，多可爱，全有机环保，你知道？环保概念，它连便当都是什么？我们连桌巾。你看不到台湾特有种的竹节虫哦。真的。竹节虫。竹筷子。哇！全部都是香菇味。对。这是哪？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全部都是香菇味，可以直接拿哦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哦，第一次可能只有这扁担哎。哇哦，传统富农完后的。对，所谓的割稻饭。好香哦。下面这一层就是我们的有机白月光米。所以这个米是来自这里吗？是的。哦，这就是你们今天。怎么样？吃一口。你是甜的，也是甜的。这个米。能让一种不一样哎，可以说哦，平常是摆饭的时候我会觉得无聊，可是这个完全不会，它有一种味道，甜甜的哦，这饭真的好吃哎，真的，难怪是金奖，而且它是很厚的，今天真是那么辛苦，在太阳底下也是值得，真的，值得啊。梦想都完成了，对呀、啊，辛苦了，哎、欸，好有成就感哦，真的吗？很好玩，那我现在很好玩，嗯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验收了，验收，哦，蹲下来看你们有没有割得好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哎、欸，全部都把它割完哦，都割完对不对？对，给你们100分，两个赞，100分哎，哇，两个赞。谢谢郭师老板。我有 follow 在贾斯汀的后面，然后看着他的那个保持一个距离，然后
你不在我还是重复你的口令哎。那你们可以加入台湾的农业的生力军了。太好了。哦，好像可以。对，好像很适合开割稻机。对啊，你们辛苦了，今天把这件事做这么好，我带你们来去吃后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农家会特别准备那个割稻饭啊，做成的花布便当来请你们吃。走吧，来吃。这是我最期待的。破坏吗？不会，所以现在是在拍的。哎，Justin 有听到吗？不容易破坏。
不容易破坏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就放心，就放心了。可以，一包多重？才就给我，怎么都是来这种20公斤起跳的、啊。叠这个肥料哈、哦，这个叫五包胶钉，五包胶钉叠，来，吃的。每一包一定要，一定要用平整，啊，它会倒下来。哦，因为只要一叠高了以后就会倒，对，不然说这个马上会压到你。哦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了解，好，你看。这个是我们吃的，是下肋，是下，万一勾到，对，万一勾到，对呀，就开始施肥了，对，就开始施肥。第二层换这个三包是，对，好了，懂了，这样子，可以，对 ，OK， easy， 可以了，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有问题，可以的，我们有奖金在，没问题的，我们有小现在真的没问题的，他不是也在运动吗？站板，一边了，哎，这里不用搬，这里不用搬，这里不用搬，不用搬，好，没关系的，搬了，搬了，搬了，OK， 开始，你空白，你空白，好，放下，头，头，头要往内，头要往内，对对对对，哎，等一下。你把它拆好，小心！你怎么了？来，拍你！我知道，等一下。就算合资格，那个风一吹过来就倒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掉在地上。两个人讲完了没？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板，快点，快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喘气喘好了吗？啊，喘好了。太美，差不多。我想试一下。我觉得我鼻孔也都是那个味道。小心，很响哎！我刚刚差一点没气，他还在那边哇。一定还有比赛，就一定要评分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好的。好。我们从品质来看这两天。对。当然，豆哥这一组。
真的是完全标准，给他掌声一下。大家那个当然不要那么开心，但是呢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做农的时候哈，要跟这个老天比赛时间的，对啊。从效率来讲，小贤跟武阳这边也是做得很棒的，给他掌声一下。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两组配合起来是台湾农业的第一。哦，看一下，可以介绍介绍介绍，这我可以介绍。对，做农业是一样，所以因为刚没有胜负嘛，没有胜负好先挑，那我们还是猜拳，猜拳了，胜负先选工作嘛，啊，赢的先选。因为其实哈，那就女生跟女生猜嘛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说过吗？欧哥哥，欧哥哥想先说，应该会出刀。好，赢的选是不是？对，赢的先选。啊，没有一次赢的，有两个工作待会哦，总有一个，一个是开车，开车，然后一个是做发酵的东西，做就是做发酵的东西，开车跟做发酵，哎呦，这不是跟肥料有关系？这可以选哦，我已经体验过那个，已经体验过开车的，那你就做发酵嘛，好像也是，知道吗？就做发酵。发酵，发酵，请跟着老板往里走。我们去发酵。什么？这是龟肥。太好了 ！Brother Fingers， 你才 Brother Finger， 你 Sister Finger， 全家都有了。老天爷是公平的了，贾斯汀。我是露露酱，露露酱，哎呀，我是贤贤，贤酱，可爱就对了。我都做这个路线，我们来找你报道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有机小麦来做一个工艺酿造，是有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。哎，你们这个麦是哪里来的？我们除了说有种米之外，有机米之外，我们还有种杂粮的部分。然后这个是小麦，小麦这是我们台湾本土的有机小麦，这个是我们的有机杂粮，对，小麦。小麦，那这个是？这个是大麦芽。大麦芽。对，你可以把它拿一颗起来咬看看。啊，这个可以直接吃。这是生的吗？这是可以直接吃。要去壳吗？这已经去壳完了。已经去壳完了。这好像是鸟的壳的食物。看不懂。其实我们家的东西都很棒，都可以把它拿来吃，它非常的硬。这个就是大麦芽。那待会呢，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要糖化。糖化。糖化，把它的甜度提出来。哦。对。用水煮的意思。是，但是在这之前要先把它碾破。两位可以试看看，就是一位这边扶着。好。然后另外一位可以就是做呈现那个搅麦的动作。好。这个呢？你可以转。有看到吗？它底下的那个是，它是碾破，它没有到碾成粉的状态。你根据下面听一下。你也想要让我体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一个很酷的触感嘞，它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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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把它麦子碾破的状态。因为这个比较累啊。再换。对，它就是有一个感觉，没有那么顺，有没有？对。但是你没发现现在有一种味道，是不是？对，甜甜的，一点点甜甜的味道把释放出来。对嘛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对，那我们在做糖化的过程呢，我们会控制在65度到68度之间一个小时。这么准，那怎么办？用锅不是都是就关火啊？到68度就关火。目前40度。对，所以就是还要再给它煮一下，这样子搅一下。搅。对，好来，我们两个好像一个一起手做，好了，用筷子。分工合作。对。这个手放在上面也开始有点烫了，有点烫了，对对对。要不要换一下？好，对，可以换一下，换一下位置，看一下温度。现在42度、43度，有温度有升高了。起来，因为我在底下拉。其实你说我刚刚没拉的意思哦。对，因为你刚刚一直这样捞起来。真的吗？是要给我看几次？我是给镜头看。你就这样子一直这样，你要底下这样，有没有？底下让它那个温度。你感觉蛮会的哦。有没有？有一个螺圈放在那边呢。我跟你讲，我很会搞事情。哦，搞得蛮好的。搞得蛮好的。
猜输了吧？对，猜输了吧？认命单，很不舒服吧？不会不会，很舒服很舒服。在干嘛？戴口罩？没有，因为我鼻子过敏。哦，我也是嘛，快要打喷嚏了。是哈，辛苦你们了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混好的料哦。这是混好的料。对，混好的。现在做，我其实我们做有机肥哈，其实它有一个发酵的过程。对。所以你们现在闻到的味道就是发酵的味道。对。它在发酵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空间是密闭的，你们也不能进去。对。搞不好进去就晕倒了。来，那待会都铲上去，把它挖到这边来。挖到这里。一抖就好。一抖。对，那你们两位，是谁要来操作机器呢？来 ，Go。Go。哎，那个老板，假设你要开车，我们站旁边一点。对，没有那么危险了。他要开车，他要开车。哎，你们小心哦。你不怕他把你的墙挖掉？哦，我怕把人家机器搞坏了。往前推，哇，起来，好，抬高，抬高，后退，哇，哇，帅耶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往前，哇，你挖这么少啊？哎，等一下。太少吗？你挖这个是什么啦？哎，你不是说刚好吗？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你挖了多少。不用举那么高啦，你没有倒这么多东西啦。哎，就这样哦。哎，老板，下来下来。我现在要搬一个摄影机搬那边，我看得到啦。换我。只要挖这样吧，哎，等下再挖米糠就好，还有一个。哇，怎么样？好玩哎，好玩哦，超好玩的，而且这个好香哦，这是米糠啊。就是你，我们早上那个稻谷磨，就是稻谷磨出来的那个，这是米糠哦。你可以摸摸看那个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对对对，你闻一下。哎，怎么做？你们刚才堆的很大量，很高兴，很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吧。所以你们现在把这全部这一堆全部把它用手把它混合起来。来，散了。我们要把，我先混合对不对？对，要把这个，把它全部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对啊，这样子。行。我去。我在巴西是指这个，所以有扭过牛的内脏是牛味啊。真的，我可以压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们就是要把牛肉卖出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年代？果然是绿鱼美的表现，它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煮完一个小时之后的麦渣，真的好像绿豆，煮完的绿豆汤，绿豆对。其实这是煮过的麦子，会。
的外壳还保留，所以有一点纤维蛮多的。而且就是很健康食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应该很甜吧？这超甜的。然后我们在吃之前，我们可以量一下刚刚两位的那个成果如何。这个是甜度计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哇塞，雪吗？是不一样的。它有蓝色跟白色，要看哪一个？对，你要看到那条线。白的吗？你看得到吗？有啊，看十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是不是四，可是啊，有啦，蓝色的，对对，到现在。不用上去，真的不用。应该就是就比较亮哎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甜度计。好，飞来。好来，这就是奶茶的香啊。奶茶的香，甜甜的。哦哦，好喝。哎，真的，比较甜，哎，真的，比较甜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好喝哦，很好喝，对不对？真的好棒。好，第三个步骤，好，是我们的那个啤酒花，对，那你早点讲，我们对，我现在就可以 cue 你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那个鱼饲料，阿尔陶啤酒花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像鱼饲料哎。对，那这个啤酒花的部分的话，通常德国啊、比利时他们比较多。它是香气带点苦味，所以我们就是35天过后拿到的成品会是香气带点苦味。那这个要加到哪里？这个加到我们刚刚的麦汁里面。今天怎样？打工一整天算成功吧？成功，辛苦你们，非常成功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你们比较辛苦了。哎，这是我们刚做的。对啊，我们刚做的。我们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了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要不要？真的，来一口吗？对啊，来一口啊。农业其实就应该这样子一条龙做。对对，你不要一直存在就只有生产原料就让别人利用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些谷物，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酿造的模式就变成。新的产品出来，就可以让农业的产值提升。那因为这几年其实政府对有机农业的重视，就是像我们县政府，包括农委会，投入非常多的经费在有机农业里面。那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消费者吃得安全，对对，安心，然后可以产地直购。对，哦，那再来就是把这个土地不要再破坏它了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要传下去给我们下一代。是，这也是一个健康的概念。你要吃到有机，其实越来越不容易了，但是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就把它回头去找找看那种，哎，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吃到健康、真正有机的食物。对，我们就来想想这些办法。Go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下往下一个点。非常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也谢谢你们。谢谢国旗哥。等一下，待会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们。哇，真好，真是好啊！谢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了，从头到尾来制作一个，也感受一下农民们的辛苦吧。也要感谢这个啤酒，你看，你看我们的照片贴上去，五羊豆哥。小贤还可以吧？我五羊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像陈红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阿红上台，这是谁啊？算是个人的专属的啤酒。哦，哇！可是他们这样喝嘞，那怎么办？再贴啊，还有啊，对啊。那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就放心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那我们就继续哦，先往下一个点。对啊，谢谢谢谢辉哥，谢谢谢谢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谢谢。不是那个，小贤那个，你看那个防晒要给你装防晒的那个人，哎，浮出来白白的。你先，给白，小贤太有灵了。小贤，我觉得哎，你非常有灵性哎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上一辈子啊，一定是白鼻心转世啊。哇，那个防晒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怪不了，真的是啊，那要又想要漂亮，但是哈，没办法，天气太热了。
大自然，你要跟它和平共处。我跟你说，我只有妆融掉之后比较美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